黑色。整只的有没有啊？万的。多少钱这一只？三块。人面鱼的。1.7斤。2kg，1kg。1.17斤。这个是拿那个地方去啊，就这一只鸡就行了，我再买点别的。啊，你这个干鸡腿卡 OK 了，那这个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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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OK，你媳妇看看你。我是跑腿的。
谢谢。那 Namaste。好了。你好。好漂亮，小姑娘。Namaste。嗯，辛苦了。对。不要那么吃吧，对，那个女孩。哎，你们还有一个经历，跟你说一下。嗯，这里还有一个欺骗。这个欺骗，一定要巧克力，那哈鲁，啊，是有好多好多的吃的，好不好？这还有一袋大米，我们应该给的中国大米，他还没吃完吧？不管他了，从嘴巴在这里啊，是吧？他们可能吃不惯中国大米。哈鲁玛米，哈猪嘛，哈猪嘛，又奶奶，奶奶，啊？哎，乖啊！越看这个家庭东西越少，感觉好开心啊！就他们一家子就住在这里呢，全部住在这个家里面，几个平方？四个，估计得是七个平方，六七个平方吧，到不了六七个吧，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啊，三个，啊，差不多六七个平方，七八个平方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，来，哎，谢谢叔叔。就这一张床，哎，乖啊！他晚上哪会打地铺嘞？他不打地铺怎么睡都睡得了？那多潮啊，多凉啊，这地方。这一个东西没有我能想象的潮不潮的东西。几平米？七八个平方米。嗯。这个比较，这个有点大了。自己去也，差不多跟你这个差不多。也快，前后脚。但我也不能估计人家，这万一这个预产期，反正你们应该就是那一个月吧，一个月之内的事情。好像你们那家那个大。香香。嗯，这个明天垮了了，这个。还有时间。Kate。嗯，谢谢。哎呀，那小塔鲁在那里懒得理我们了。我给他买的中国的那个大白兔。大白兔。嗯。开心的对。好了，咱们下去。我今晚上吃饭，那辛苦你。对，辛苦了，老公。昨天应该说一天没吃饭，中午他都没吃。这就吃饱了。哎，这个狗老实，给块骨头，疯狗就不给了。带着肉的骨头，疯狗那个乱叫的疯狗啥也不给呀。你平时也是十一点多吃饭。哎，小道，你花盆种的啥呀？长得这么好啊？忘了那个种子，长得像钢筋啊。嗯，种了根钢筋，种了根钢筋。嗯，你怎么十一点多就？